好了，又来到我这之家了，看一下牌在后面一堆人。现在还好，没有很多那个我这之家。光客很多了。对，今天人都很多，一定很多人买了。试一下，你看人家长这样子。很多人买了，对啊，对，我还是一点，我老婆她一个了。这怎么会没人知道？第一只，好吃啊！啊，就这样。嗯。哦，因为跟上次一样。观光客很多，刚才已经买了一轮猪回去了。我们看有没有我们料，好不好？咬一下。好看。好看。孔子。那料很好。孔子的学问。那料很好。那前面一堆人在那个看这个真诀拍榜。给他看一下真诀拍榜。司马光把那个水缸给打破了，是不是很有智慧？他把忠孝廉耻。啊，主题回到这边了。看看料不料？35万嘛。啊。你看，这是小颗的，很好喝。小颗的。好喝。你去拿吧，你们要这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